你要开隐身去吗？新专辑的我就会那个最伟大的作品。哦，不开啦。今天你来我这儿的时候就开了，所以你只有说话的时候我才能看到你来了。最伟大的作品，我只有最伟，我会一首这个最伟大的作品，我还会一首什么来着？还在流浪，对，我还会还在流浪，多的就没了。刚刚不会关，哎，你的隐身是自动给你开的吗？嗨，花少，我以为你自己设置的隐身，原来是你不会关了。我头一回知道，还在流浪。欢迎最初的信仰，欢迎炯炯。欢迎 GG。老树摊和啤酒空罐散落地上，宝贵的回忆在路旁有了锈斑，有梦中无所谓，带着笑着弥漫。这个城市步调是如此的缓慢，霓虹灯闪烁的倒影靠在窗上，错过美好的那时光能否再遇上。老旧的车站，空旷的车厢，怀念从前的人来人往，招牌的灯泡在夜里微亮，过去的背包就留在异乡，于是我决定离开这个地方。当你收到信我还在流浪，那年的约定都放在心上，随身的照片里你微笑的模样，亲爱的你现在怎么样？当你收到信我还在流浪，期间的手走过的小巷，我依然记得年少初吻的那教堂，还有一起画爱心的那道墙。呜呜呜耶耶耶闪烁的倒影靠在床上，错过美好的那时光能否再遇上。老旧的车站，空旷的车厢，怀念从前的人来人往，招牌的灯泡在夜里微亮，过去的背包就留在异乡，于是我决定离开这个地方。收到信我还在流浪，那年的约定都放在心上，随身的照片里你微笑的模样，亲爱的你现在怎么样？当你收到信我还在流浪，想起牵着手走过的小巷，我依然记得
烧初吻的那教堂，还有一起画爱心的那道墙。照片里你微笑的模样，亲爱的你现在怎么样？当你收到信我还在流浪，想起牵着手走过的小巷，我依然记得年少初吻的那教堂，还有一起画爱心的那道墙。十二个清凉风扇，不愧是我英雄。现在有钻粉，钻粉是不掉亲密度的，然后今天正好我们还开了双倍亲密度，双倍的话呢就更适合开钻粉了。哎，问一个问题，如果说现在开钻粉能升到多少级？一下子欢迎老吴，这个歌手我一直以为是张惠妹的歌，她的名字叫张惠春，而且她长得好像张惠妹啊。反正我之前以为，我以为哎太像了，一天升到十一级。张惠妹的妹妹，来最伟大的作品。我争取啊，我把嘴顺嘴嘴舌头顺过来，长得真的好像啊，声音也很像。然后我看这首歌的评论底下，有人说好像他是之前在张惠妹的演唱会上有给她合过声嘛，好像还是合唱过。很空虚，来啊，最伟大的作品，兔你醒了呀，这真的是他的亲妹妹啊。啊，是真的吗？哦，这是真的吗？升个调，来了。哥穿着复古西装，拿着手杖，弹着魔法乐章，漫步走在沙漠里，但被醉了盼醒的时光。王宝的边界的帝国，用音乐主持的王座，我用琴键传送一九二零错过的不朽啊！拼成圣诞玛格丽特，被我变成了苹果。朝鲜是他是我，还是原本画的小丑？不是烟斗的烟斗，脸上的壳子没飞走。青年期的是个画家，不是什么调酒。缠绵的人，黑暗的思索。忘了躺着借你灵感，不用还我。融化的石墙上始终还是陨落，龙虾电话那头你都不回我。难道是世俗画作里最自由不羁的水墨？画独有雅的双腿是这宇宙笔下的一墨，漂洋过海的乡愁装在一无所有的温柔，寂寞的指头才能长出长与妖的花朵。青罗帆，马蒂斯的海岸，星空下的夜晚，脚底反骨点燃，梦寐的太短，冷梦开桥上呐喊，这世上的热闹出自孤单。
花园流淌的阳光，空气摇晃着花香，我请茉莉帮个忙，能不能来张自画像。大师眺望着远方，研究色彩的形状，突然回头要我说说我对自己的印象。时代的狂，抑郁的妄，万物沉浮在月香，落花的窗，我的窗，直接的旋律在渴望。时代的狂，抑郁的妄，我心中不需要发光，狂不住情节的速度，我的音符全都不连艺术。日出在异乡的港口来回，光线唤醒了睡着的花叶，草地成为一场小雨花园，我们彼此深爱这个世界。停在康桥上的那只蝴蝶，飞往花园，它等待被冷醉，遗憾被等待的大的誓言，是微笑的人都吻过的世界。巴黎的凌晨，冷峻的冷发，要用音乐翻越晚风的灯下，绿林的花絮完全喝出了咖啡。之后他就爱上了苦涩这个复杂滋味，因为这才是会求相遇的。天干净梦幻，马蒂斯的海岸，星空下的夜晚，交给梵谷点燃，梦寐的太短暂，梦可桥上呐喊。这世上的热闹出自孤单。啊，刚刚唱完周杰伦的新专，哦哟，我刚刚我觉得我有一句唱的简直是太牛了，就那句，我的音符全都是未来艺术。这一次。别巴巴了，不巴巴了，不巴巴了，不巴巴了，我不巴巴了。这次是真的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因为我的嗓子哑了，嗓子累了，嗓子是真的累了。明天下午3点钟啊，开播的，明天下午3点钟会开播哦。其实我从来不认为我话很多，但是我为什么最近就这么能说呢？虽然说的没什么营养啊，说了跟没说一样。但是就是哎，控制不住我的嘴。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。明天下午3点开到几点呢？我胖了，反正我没胖，我体重比你上一次来看我其实还是轻了的。哎，但是我体重确实没长啊。那我就等你的黑屏钻粉啦，英雄。3点开到几点？我算一算，我不确定啊。明天不是直播上课吗？大家也可以过来听一听。然后晚上肯定还是正常播的，取决于你要骂多久。嗨爸爸，嗨爸爸，哎，他怎么爸爸了？没有，我能比你上一次来看我要轻个几斤，3-5斤吧。发芽脸肿了，对，还在肿，消了一些了，其实已经消了不少了，但是还是肿着的。明天上课的时候还会拿一首歌作为案例来学吗？我下了下了，这次是真的下了下了，拜拜，祝大家有一个好梦。祝我们的尊贵的公爵楠楠宝宝晚安，祝楠宝晚安。好，欢迎我们今天的新朋友小文，祝小文晚安。老吴晚安，苦咖啡也晚安，老张也晚安， Pink 也晚安。谢谢今晚我们的弹幕组。我们周天的时候呢，我们根据本周的弹幕的1、2、3情况，哎，我们还没有实行过啊。以前短暂的实行过几天，后来慢慢的又没了。我们的弹幕奖励机制从本周日就正好开始了。活该了。辛苦了辛苦了，不辛苦命苦。晚安晚安。Pink 晚安，沐雨成风晚安，木木晚安，折戟晚安，拆宝晚安，铁头功晚安，卡酷侠晚安，1125晚安，西前晚安，
番茄晚安，3069晚安，悠然天成晚安，英雄晚安，唯二晚安，棒棒晚安，蔷薇晚安，静姬晚安。我要去喝个蜂蜜水吧。哎，对了，小文，对了对了，小文，你在吗？他不在吗？